师傅今天就教你职场的第一课，每天都聚餐，不跪，又团结了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凡是有领导的聚餐，都叫加班。职场第二条，严禁跟同事成为朋友。那你愿意吗？愿意。 哇哦，真是又浪漫又恶心啊！在职场呢，还有很多的潜规则，这种破事儿你要慢慢的学习。这个计划三步：迟到、早退、不着急走、浑水摸鱼。现在已然成了公司的一个毒瘤，我们要坚决的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好。 为师现在就给你教授职场第三课：打工人的快乐就在于此，间歇性抽出卖制，持续性准点下班。这帮人是要做死人。躲避天台摄像头走位的口诀是什么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B A B， 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有口令啊，走！我们要站得到最后一个。大号军令，加油！ 前路依然艰险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啊！加油！小白，干嘛呢？走啊！担心学外语呢？爱情。